十米两呢？哎呦，情歌王子，对，好久不见，也是我们跟我们红人榜渊源很深的。是，那我们一起来掌声的欢迎叶诺凡。声音还是很棒的，毕竟是我们红人榜二十关闯过的，对不对？情歌王子，哎呀，回娘家了哦。这个舞台他大概十二年没有来了哈。对，十二年，暌违十二年，终于又回到娘家的感觉。是，你是龙年才有要来就对了。只替你这么等个几抓了哦。哎，不要隔那么久嘛，对嘛，常回来啊，对嘛，你也不能说马年羊年都不来，对不 对, 对、啊、真的、哦、真的是、啊、不过呢这次回来他是带着好消息来的，我的新专辑、哦、我今年一月十九才发行的新专辑、笑红尘秋红顶，就是我刚刚演唱的那首歌曲，而且他里面讲的其实都是人生非常这个非常经历过的一些应该讲说非常无奈的过程，那这就是人生哈，对不对哈？所以有些时候人生啊，真的是糗糗鬼的喝啦，红尘滚滚哈，拿毛巾擦眼泪也是过一天，对，笑笑也是过一天，对，因为当初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抱着这个心情啊，对，因为毕竟我回味上一张专辑已经六年了，对，所以重新再一次录专辑。我对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观众或许已经忘记我了，我就是一个新人，但是以前的我可能会把成绩看得很重，现在这一张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努力把它唱好让你们听到，那其他的就是看天。是你六年你就还在讲暌违六年，来告诉他，来来来，我在 DJ 嘛，跟我赶快十二年对吧，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珍惜啦，我们要珍惜现在有，真的很珍惜，我们也祝福这个叶诺凡啊，笑红尘能够带来，谢谢谢谢。